大家好。谢谢大家哈。那今天人少很多哈，因为今天那个叶帅也在开会议室哈。好，感谢大家留在我这边哈。那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就是课程上面实际的进行的方式，然后会给大家一些很简单的方法去参考跟上课的一些流程啊，那我就把画面分享出去。那么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桌面哈。好，那这些资料我都已经在那个分享资料夹里面有给各位了哈。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重点，其实就是我会先跟各位闲聊一下课纲哈，然后聊完课纲之后，我就会进入我们今天的一些主题哈，那包括我们在运作主题型课程的时候，要怎么样去把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去把它做融入。然后学生的动机引导的一些方式啊，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呢，就会介绍到另外一种上课的方式，就是我平常在中年级教基础的课程的部分，那这样的课怎么去带他们创造力跟素养化还有自主学习的部分，然后会简单做一些这些曼陀罗啦、九宫格这些方法的说明哈。那今天大概是这两个大部分哈。好，那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那个课纲。好，那课纲的部分呢，
这个最近修，就是这一两年修这个课纲哈，就是修得天怒人怨哈，所以在我的立场了哈，等一下我讲完我课纲的这个真实的面向哈，那各位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想法哈，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哈。好，那我想课纲它都是教育这一件事情，它是在服务人类的经济需求啊，那所以课纲的修订呢，通常是这张表要从右边往左边看，它通常是呢在就是人类有这些类似世界经济合作组织这种单位，它有一些需求之后，然后它会公告说现在世界需要怎样的人才。那所以各国的课纲就会依据这个要求去修订自己国家的课纲，然后各国修订课纲的时候呢，当然会依据自己国家的需求再做一些融入跟调整啊。所以其实从公布到各国修那个总纲或修课纲，这其实中间已经有一点时间差了。好，然后呢，而且各国有做了一些修订嘛，所以这中间跟目标其实也有一点差异啊。那当各国的总纲修订完毕之后，那就会进入要定那个课纲的细则。那修总纲是一批人，定课纲是另外一批人，所以这中间除了会有一些时间差之外，那个总纲原先想要有的精神跟课纲实际定出来的内容，可能又会有一些不大一样。它的精神上面就会有一些不大一样，而且课纲这件事情是定出来这些东西，其实是给完全没有概念的人去发咯。那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概念、有想法的人，你也知道世界的潮流，那其实你的想法已经是超越这个缓慢的课纲啊，所以其实你是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你可以超越啊。但是如果你不了解课纲或完全没有 idea 的，至少他有给你一个方向，给你去 follow 啊，所以这是课纲修订出来的课纲。那修订出来的课纲呢，他会下放给辅导员，让辅导员去做各县市的研习跟推动啊。那所以你想想看哈，定出来课纲的人他的想法跟定课纲的想法，跟辅导员去学的时候，中间一定也会有一点小小的落差，然后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啊，然后一直到辅导员到各县市去推广，这也是会有时间差啊，推了一两年，大家还是不太了解课纲这样，所以他推广实际推到老师的身上，事实上那个距离还是就是又会有一些距离所以这个 Delta 最近很流行Delta 很可怕一个 delta 就算了你看这么多个 delta 累积起来，然后这么多的时间累积起来，然后所以等到现场要实施的时候，这课纲其实已经慢了好几年，跟世界的需求已经慢了好几年。就算你真的可以100%让现场的老师了解，那可是等到你实施的时候，世界的需求已经改变了，已经改变了，所以说实在，这种课纲定的方式，实在如果你不了解这个真实的面貌，你真的会觉得它就是没有办法去应付世界快速的变动。那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历程，真实的历程，那我们当然就要有一些反省了，所以既然课纲的修订的方式是这样子的话，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四倍的时间差跟四倍的这个内容的误差，实在真的会偏离世界的潮流，偏离世界的方向啊。那所以我们就做一些反省。那你就会想说，那我为什么不根据现场的需求去修正啊？还好我们的课纲都有留1/3的新兴科技啊，就是留给各位空间去修正的啊。当然，你要修更多，我们也没意见毕竟国中的正课才要照着课纲走嘛啊。那如果你是社团或者是国小，现在连课纲都没有那你就其实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跟世界的潮流去做推动。那
虽然那个国小部分国教院它有出了一个参考的内容啊，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去教育部有跟国教院开过会哈，那也有现场跟他做过咨询，那的确是它只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因为它也还没有进课纲啊。如果真的要他要要求我们的话，他必须得先进课纲，进了课纲才有资格要求。那所以现在还只是一个参考标准。好，所以各位不要在它上面有太大的执着哈。好，那既然如果你有这个能力，可以按照现场的需求去做修正的话，那为什么不按照未来的能力去做修正呢？啊，因为学生学完已经过了几年嘛，他出社会已经是几年之后的事。那如果学生学到了这个能力，希望出社会就能用，那我们的课纲其实应该是要根据未来的需求去做修正，这样才是上策，对不对？啊，应该没讲错嘛，哈。但是问题来了哈，就是你怎么会知道未来需要什么？啊，那可是这一件事情其实好像也没有很困难啊。未来这一件事情其实我们有几个方向你可以参考啊。第一个就是如果你从先进的地方拿过来的东西，就我这个地方没看过的，那这个其实就是未来。好，那第二种方式呢，我们上课其实是可以训练他的想象力跟创造力。啊，比如说现在5G 的开发，那你只要了解5G 的核心是传输资料速度变得非常的快，那你就可以在上面去做一些不管你用曼陀罗或用心智图去做一些发想。当这个资讯传输的速度变得快到只是一瞬间就可以完成的时候，那什么东西会发生改变？啊，会怎样改变？你就可以想出一些未来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方式。啊，那所以呢，其实你不用一定要去等未来出现了你才做因应，我们可以事先去做一些想象跟规划。啊，那甚至呢？我们也可以去开创未来，啊，你看很多那个电影都会有一些未来的场景，啊，然后结果你发现，哎，等到过了几年之后，那个电影里面的场景在现实里面是成真的，所以其实透过这些未来的想象，不管是小说还是电影，它都有可能在未来做发生，啊，那你其实可以提早去做布局跟规划，啊，所以未来，虽然我们还没有到。还没有办法直接回到未来去看，但是至少你可以有一些想象，可以有一些规划啊、猜测啊，所以不至于会离得太远啊。那在这中间呢，如果你想用未来去规划你的课纲，那其实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在课纲做修订，然后希望学生学到未来的能力，那其实这里面有一些，比如说，像那种万古不变的法则，比如说思考的方法啊，所以这里面我们的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不管你的世界再怎么进步，你去解决问题，它的一些思考的方法啊，运算思维解决问题的思考的方法，那个是不会变的。那还有你快速学习的方法，那个东西也是不会变的。所以如果我们能够知道这些东西，那我们就这些东西是我们的基本。我们就可以来做这些东西的做教学啊，然后另外呢，刚刚讲快速学习的应用跟变化的能力啊，这个所以我说心智图非常的重要哈，有机会各位一定要教小朋友心智图它的应用啊，然后另外就是想象力跟创造力的开发，好，那这个可以让他以后自行的变通这样，所以这些其实是最重要的能力。那在我们所谓的五 C 能力里面，这些也在里面啊，但是五 C 里面没有提到这一个啊，这一个我觉得这一个才是，还有那个云端能力的重要啊，所以我觉得那个部分是各位可以再加上去的。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对课纲的看法啊。那所以各位实在，除非你是其实哈，课纲它允许超越，它允许超越。然后你完全没有 idea 的，你最少 follow 他的步伐去走啊。
好，那所以我对各位的期待，其实是我们是可以超越课纲的哈。尤其各位今天来这个上课的老师呢，大部分都是蛮经验丰富的哈。所以这是我们刚刚讲针对课纲的秘密的部分。好，所以你如果可以做得更好，那个课纲啊，或者是说来考核的这些辅导员，他没有理由会反对你啊，因为你就做得比课纲好。就像当年我在西堡国小，我们做九年一贯的时候，我们也是超越九年一贯的实施的方式去做处理。那现场的九年一贯的评审委员来，他一样是称赞我们已经超越九年一贯的部分，非常的赞扬。所以超越是可以的啊，但是如果不足的话，你就要加油啊。所以课纲就是给你一个参考的一个最低的要求啊，最低的标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针对那个实际实施的部分啊。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我有提到这一个图哈。那我这边给各位的教材全部都 CC 授权啊，随便你用哈，不用客气。那里面也我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学术的那种，所以你也不用拿去做学术的批判啊，因为我是不学无术的啊，我没有什么学术的背景啊。那这是我自己归纳出来的五个层次。那上次有说哈，如果你在学校你是上正课的话哈，尤其是初级的，我就会建议你从下面上来啊，那个从先学一个简单的概念，然后做一点简单的小应用，然后再回到简单的概念，再做一点小应用，然后给他一个小主题，去让他去做主题的练习跟变化，然后重复几次之后，那个概念熟悉了，再去做大主题或者是设计思考的专案啊。这是我们一般就是用正课的方式，时间比较长久，而且是初级班，我会这样子去上。但是如果他已经有一点点基础了，或者它是社团课，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短期课，或是研习的话，那我们就会利用从中间下来小主题的方式，从中间往下所以你就定一个小主题，然后去做系统拆解，然后用运算思维的方式去做先期的处理，然后再去实施课程。那实施完之后，去做各部位的概念的说明然后原理的那个说明，然后最后再把它组合起来，回到那个主题的功能的部分去做说明。那等到他这些，这个是我们平常就是中级以上的学生，我们在上这些课的时候，我们会用这种类似 PBL 的方式去做教学。那等到学生有一点这个问题解决导向的PBL 的专题解决导向的这个方式。他有做过这样的学习之后，也内化了那些解决问题的步骤之后，其实我们可以再往上就是进到设计思考。最上面是设计思考，最上面这个部分是设计思考。那当然，如果你学校比较有心的他想要做整体的规划，那其实可以从校本课程的方式去入手他先定好他，比如说国中三年级毕业之后的目标是什么？那把这个当做大目标，然后在七八九年级去做切割，那升科上什么，资科上什么，上到九年级之后会达成这个最大的目标，这个是校本课程的部分。那当然，老师，学生如果已经有了这些基础的经验之后，你可以直接上设计思考，直接给他一个情境。给他一个情境之后呢，然后学生经过讨论之后，可能会找出几个想要解决的问题，然后你就可以在课堂里面直接做分组，然后各组去做辅导这是我针对那个创客的课程的五个层次那所以我们接下来会从我们会讲两种方式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中级以上那个主题型的。你是上主题型的，那我们平常在上主题型的时候，怎么样把现在课纲的核心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去做融入那我这边给了一个很简单的步骤各位其实
你把这个步骤，如果你的课程呢、可以更好了哈，不一定只能这样子了哈。我只是把那个，就是我刚刚讲那几个关键字哈，设计思考、运算思维、创造力、自主学习力，还有什么去了？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关键字，就是课纲最重要的这些需求啊。那如果你要把上完你的课，然后这些需求都能够达得到，那我们其实就是这样的步骤就可以啊。如果你是 PBL 型的啊，主题型的，那所以主题型的我会怎么上哈？这是我自己上课的方式，给各位参考而已啊。没有规定你一定要照着上哈，你也不用批判我哈。可以，你觉得可以用的你就拿去哈。好，所以首先呢，以前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都是直接主题拿出来，然后就跟同学说我们要做一个比如说电子琴，然后我们就开始带着你一步一步做，我做什么你跟着做什么，我做什么你跟着做什么。这是传统的方式，纯技术的教学。那教完之后呢，学生就只会做这个电子琴。然后呢，如果你同概念的东西给他，他就不知道要自己要怎么做啊。所以我们在新的课纲来了之后呢，发现这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就会给他这样的一个部分哈。好，那如果是运算思维的方式融入的话，所以我先讲一下运算思维啊。好，因为各位去上那个运算思维的时候，我想各位如果在资讯课教了很久，在课纲在实施之前都会，辅导员会去各县市做开课嘛，告诉你说课纲的核心是什么，怎么实施嘛，那这里面呢，其实我对他们推，就是对早期啊，现在应该比较好一点，推运算思维呢，早期其实我非常的介意因为他们就是把学术的东西直接拿给国中小老师那教授。尤其是资科的教授不一定学过教育心理学所以对各位在国中小的现场，其实并不一定懂得比你们多所以他们的学术的东西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直接放进去的。那所以如果你有曾经被这种研习糟蹋过的不好意思如果有骂，如果有不要，我没有那个不好的想法了，各位往健康的想法去想那其实经过大家的消化吸收，这2年来的消化吸收，我想运算思维是一个很简单可以让我们去理解的那我尽量快一点把它讲一下那运算思维在国中小国民教育的阶段，其实它并不是演算法跟资料结构因为你常常听到运算思维就是在讲那个程式，讲资料结构，讲什么排序搜寻，那个是在。那个应该是在那个高教、义教阶段的部分走专业领域，那个时候才会把运算思维定义到那边去。那我们在国中小的部分要教的是国民教育，教的是上次我有讲就是国民教育阶段教的是小朋友的生活能力。那如果你教生活能力，它才是100%有用。所以我们把运算思维会经过我 Google 我去整合了一下，我把它拆成这五个部分。那第一个叫系统拆解，那系统拆解很简单，就是大问题化成小问题。这其实各位老师平常都会用，你在开学的时候，你一定会做一件事，你会先选股长。那选股长这一件事，其实就是做系统拆解因为你把要管秩序的事交给风气股长，你把要管收作业的事交给排长你把要收钱的事交给总务，那这就是一个系统拆解所以你就自己当导师，你就可以很轻松，你就不用什么事都管而且你在比如说你兼行政，如果你今天接到一个案子，叫你办个全国赛就算你这一辈子没办过，如果你不懂运算思维，你会很忧郁然后因为你完全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会想一头撞死，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懂运算思维，你知道运算思维的第一个技巧就是要系统拆解。那所以呢，你就会虽然没办过竞赛，那你最起码也看过竞赛，你会知道说，哦，那竞赛的话会有那个竞赛组，对不对？
好，他负责那个竞赛的流程的安排、内容的安排，然后会有那个接待组接待长官来宾，然后会有那个交通组，会有伙食组，会有什么组？那你其实就是简单召开一个会议，找几个助手，把这些组按捺好之后，请他们去做一下那一个组的内容的研究，下个礼拜再回来开会。然后下个礼拜回来呢，大家就把草案都拟好。啊，其实你草案都拟好了之后，你其实整个大的内容就差不多了。啊，你只要做一些修订，然后去监督执行，那这样就可以把整个案子解决得很完美。那每一个案子都个别解决得很完美，你这个案子就整个解决得很完美。啊，这个就是系统拆解，所以大家平常都会用，但是不知道它是系统拆解，所以它跟平常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哈。然后演算法思维呢，哈，在高中以上就是讲程式了嘛，哈。那在我们国中小，其实它就是一个流程，就是你解决这个问题，你的流程跟步骤，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怎么样做，你把流程步骤定出来，那你就这个就是你的演算法思考。所以我们去接行政的时候，我们来一个业务不知道，我们会问前面的人。他会拿出一堆卷宗给你看，然后上面呢，如果你要办园游会，会有哪些东西要做，顺序是什么？如果你要申请一个什么案，会有哪些顺序是什么？那核销的顺序又是什么？这些其实就是演算法。所以如果你可以把演算法搞得很好，最起码你去外面工作，你也是一个生产线的小组长，因为你会安排流程啊之类的。然后生活上的事情，你可以把它安排得很妥帖顺畅。好，那抽象化跟模式识别这两个，一个是整理的功能，一个是使用的技巧啊。那抽象化的部分其实就是你在一堆茫茫大海里面，你去找出重要的架构、重要的点，就好像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你看了很多的书，如果你可以把架构跟重点抓出来，所以我说心智图很重要，原理就是这样，因为心智图就是专门负责这一件事情。好，那所以你如果这个抽象化能力很好，你可以很快的经过你的快速学习之后，你就可以很快的抓到那个事情的重点。好，所以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能力。那你把重点抓出来，架构抓出来之后，形成一个 model，形成一个不程式啊。那将来呢，你要遇到这个状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哎，我可以直接套用哪一个副程式，这个就是模式识别啊，就是模式识别。所以我们你去外面的书店，你会看到很多什么血型星座啦，这些其实它就是把这些血型的星座的人，把他的个性归纳好，统计学嘛，归纳好之后，跟你讲说这些血型、这些星座的人有这样的个性。那所以你去看这些书的时候，其实不要呆呆就是看好玩而已哈，你要知道怎么样把它拿来用。好像我现在对待我老婆 O 型的，我就知道她生气就是那个当场气过就完了，所以我只要以后只要遇到她生气，我就会自动套模式啊，这个 O 型的生气完就忘记，所以我就当场听她生气的时候，我就当做耳边风啊，我也不要放在心上，因为你放在心上是没有用的，因为她根本自己不记得哈。所以事情过了之后呢，因为你也没放在心上，你就不会那么痛苦。然后他呢，隔天你再问他，他也不记得，完全不记得有这件事，所以就会相处愉快啊。所以如果你像你兼行政很久，你就会有很多这样抽象化之后的这些卷宗 model。所以将来你遇到那一件事，你就要去套用那个 model 就可以啊。所以这个在我们写程式也是不程式的套用的部分啊。那所以这个叫模式识别。那资料处理去职场很重要啊。如果你是一个部署，因为今天老板问你说，哎，这个月的业绩如何？那如果你给他一堆 Excel 表格，如果他是专业的，他是那种快统出来的，他看得懂，那没问题啊，但是如果他是那种150万年薪的工读生，他根本看不懂，那是不是就是对他来讲，他觉得你这个职员能力不够，对他来讲他也看不懂，不知道怎么办。可是如果你有这个资料表示的能力，你就可以把这些资料转换成图表，转换成图表，那个有涨涨跌跌，你就知道说
那我这个月到这今年的这个销售的状况，哎，为什么这个七月就突然这样高峰啊？然后你去做一些归纳，你就会知道哦，原来七月放暑假了，大家都去打线上游戏，所以你的笔电会大卖啊，然后诸如此类的，你就经过图表就可以更容易了解。所以你做了一些资料的转化，这个东西其实就是资料表示。那再高级一点，你可以有很多统计资料，你可以做预测，然后提供老板做选择。好，你就也不要让他看图表了。好，你好一点的那个 leader，他就会直接跟老板说：“哎，我现在有 A 案、B 案、C 案。好，那 A 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B 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C 案会导致怎样的结果？那我的建议是，专业建议是选择 B 案比较保守，选择 A 案比较冲。那决定给老板去做啊，他只要决定说啊，我是要往前冲。”还是要保守一点赚啊，所以根据你的资料的处理的方式，你可以提供老板不同的方式。那包括一些资料的转换，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如果是要给听障的人用，那我是不是要把这些声音的讯息转成视觉的讯息啊？那包括你那像小朋友在写游戏的时候，你那个写游戏会有那个 HP 嘛，生命指数，那这些东西。好，他平常如果用变数写，他就一个数字在上面。那可是如果你要你的资料处理、资料表示，你的技能比较好一点，你可以把它换成什么？把它换成图表，所以就有一个血条在那边跳动，对不对？好啊，更厉害的人就会在上面再做一些手脚，比如说我加了感测器，啊，加了震动马达。那当你这个血量指数少到三分之一的时候，我不但那个血量开始。那个血的血条颜色变红色，会闪烁之外，我还加上震动马达去提醒你的，让你的身体感受到我特别细啊，我特别细啊，啊，所以这是当你学了资料表示之后呢，你就会有对你的这个资料的呈现会有不一样的做法。那所以这个是运算思维在解决问题的五种不同的方式啊。好，那回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部分。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课堂上教小朋友的时候，如果我要用运算思维融入的方式呢，那我在制作之前，我就会有两个步骤啊，就我就会有多了这个系统拆解的步骤。那什么，我就会这样做哈，我就一开始，哎，我们今天一样是，如果是主题型的哈，一样是给一个小主题。那这个小主题，如果你可以用那个游戏画八角的方式赋予任务，比如说。你是想要做一个，那个催眠学习法的东西，就是比如说我们平常讲的一个超音波挂在门旁边，然后里面放了这一周要学的20个单字，然后只要有经过他就念一遍，只要有经过念一遍，或者是英语句子都可以。那你想做这个主题，但是我们就会利用游戏化八角赋予任务，啊，我就会直接。跟小朋友说啊，那个英文老师拜托我们啊，拜托各位能够帮他做一个这样的东西，来增强他小朋友的学习的状况，改善他小朋友学习的状况。那或者甚至有的人更厉害，哎，各位看过那个卡通那个妖精公会那个，他们有公会里面有一个布告栏，上面有一个任务。啊，就是你可以去接任务的那个公布栏，啊，各位玩游戏都很多这个东西，所以你就可以去去翻阅很多领域的书，然后去看一下，诶，有哪些我可以做的，就先把它写成任务，然后甚至去问老师有没有想要做什么，啊，问同学或者看到网络上有什么主题，就然后把它写起来，然后在那个上面，在任务上面你就给他一些点，这个可以积极一点，或这个有什。做完之后有什么奖励之类的哈，然后就把它贴在公布栏，让他去选啊。那我们今天就做这个任务啊，这是你各位自行去运用啊。那对我们在制作之前会多了这些步骤，那系统拆解会怎么做呢？如果你是用心智图的话，一开始我们就会跟他讨论哈。我用这个来举例了哈，比如说我们做那个 Scratch 写大鱼吃小鱼的游戏，那以往就是。哎，我们来做小鱼，好，小鱼要移动，来，各位跟着我做，好，要转方向，要往前进，
然后他小朋友就跟着你操作那个积木。啊，现在我们就要改成说，哎，各位同学，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想做一个大鱼吃小鱼的游戏。那你就稍微形容一下那个游戏的长相，然后呢，你就再跟他们讨论说，哎，这个东西会这个游戏会有哪些内容？那小朋友就会开始发表啊，会有小鱼，哎，会有大鱼，哎，会有要计分的，会有要那个碰到天敌要扣分的，会有开场，会有那个死掉小鱼死掉，还要再生出新的小鱼的部分。那刚开始讨论的阶段，各位如果用过心智图呢，第一个步骤你就是小朋友想到什么就把它放上去，想到什么就放上去，完全不要做任何的筛选。好，因为这个是水平思考的重点，就是我先鼓励他思考。好，那任何东西想了就把它写上去。好，等到想到你觉得差不多了，我们第二步做分类归纳。啊，所以你就把一些大的重点抓出来，比如说这里面一定会有小鱼的角色，然后就把其他他们刚刚想到的这些东西，如果是属于小鱼的东西，我就归纳过来，啊，归纳过来这样，然后就做一些简单的归纳跟分类。那分完类之后，你就会知道说，哦，主要的功能有这几个，啊，有这几个。那这几个功能里面会有哪些事情是需要做的？那到这个分类阶段完了之后呢，其实我们还可以去，检查一下你的架构是不是蛮完整的哈，蛮完整的。所以你就可以个别再讨论一下。如果假设你这边，哎，这个部分很少，表示他刚刚想的可能没有很多，那你就可以针对这个部分再跟小朋友讨论，再做一点补充。好，那这个之后都还是可以改，哦，还是可以改。所以，我们第一步只要初步有这个架构出来，那这个其实就是运算思维里面的系统拆解。哦，这个就是系统拆解。那其实哈，会系统拆解的人哈，你是除了国小可以当一个好班长之外哈，你以后去到社会上，你会是一个很棒的 leader。啊，因为不管任何问题丢给你，你都有办法解决，哦，很完美的解决，因为你会系统拆解，啊，你会分各个部分，然后去找各个部分去击破。好，那所以我们就筛解出这个小系统之后呢，你就每一次只要 focus 在小系统里面，好，就是你如果自己要做的话，你就每一次只要 focus，好，我先做小鱼，那我先做小鱼的游来游去，好，那所以你每次要解决的问题只有一点点。那就很容易解决，那解决完再换下一个，啊，解决完再换下一个，啊，那这样子这些内容解决完了，你的小鱼其实就做好，啊，这个子系统就完成。那你也可以分组，啊，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合作的专案，你找出了弄出了这六个部分之后，好，第一组做这个，第二组做这个，第三组做这个，然后最后再合并起来，啊，所以这个也可以做那个分组的合作学习，啊。好，那所以当你系统拆解完成之后，就可以开始去实做各个击破。那接下来各个击破的部分，好，当你各个击破之后呢，好，我们在做的过程中了，当然这个不一定有必然的顺序，啊，但是有的是有顺序的，比如说你要有小鱼才能去做大鱼咬到小鱼的互动的部分，啊，有些是有顺序，有些是没顺序的，没顺序的你就可以。看你几时要做，你就几时做都没关系。然后你去做那个实做的过程中，好，另外一点，这个部分我们会用到工作清单的功能。什么叫工作清单？哈，各位应该这个也是其实是我们在管理上的一个小技能啊，就是以前我去补习班，补习班班主任都会给我那个每一天都有一张待办事项的表。啊，待办事项的表就类似这样子，然后就会密密麻麻，好，10条20条，然后他跟我说，哎，你今天如果这件事做完了，就把它打勾划掉，啊，打勾划掉，打勾划掉，啊，等你全部做完了，就代表你今天的工作完成了，你就可以下班了。好，那为什么做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哈，所以我们在刚刚做完那个系统拆解分类之后啊，如果假设我今天哎游玩游戏这个部分我做完了。那我就做一个记号，好，各位知道那个心智图上面可以做记号，
好，这个部分它可以做记号。好，所以你就给它打一个勾啊，这个地方我完成了。啊，这个地方我完成了。啊，那所以这边都完成了，那我就这个子系统就完成。我就可以跳到别的地方。那这有什么好处齁？这个其实是用来教学生自主学习。啊，自主学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它会安排自己的工作。就是自制能力的部分，自我监控的部分。那所以透过这样一个动作，他会知道说，哦，我做了什么，我什么还没做，然后我还有多少时间，我要怎么安排这些进度，好，我要先做什么，我后做什么，这就可以透过这样子方式去处理。好，那处理完之后，好，所以他整合，最后他就会把东西做出来。那做出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做分享回馈啊，所以就各组去做报告嘛，啊，你挑几个比较的做的比较好的，然后让他们去做一点报告，然后或者是挑几个平常都没什么表现的那一种，然后他平常没什么信心的，但是你看到他有某一个点，比如说那个小鱼的移动，他做的很传神，啊，或者他的新生的小鱼会变大变小。你就让他单独去分享这个部分，一方面是建立他们的信心，培养小孩的信心很重要，然后二方面呢是把这些优点就是大家互相学习，互相鼓励。然后不过呢，这边的重点，这些分享跟归纳重点其实还另外一个更重要，就是你要做这一件事情后设的归纳统整，就是说我们刚刚从一开始给任务，到做系统拆解，到他去做那个实物制作的过程中，然后最后分享的过程，这中间的过程呢，你要跟他，老师要跟他提点说，诶，我们刚刚给你一个任务之后，你有了任务之后，你先做了什么事，哦，啊，这个东西呢，我把它叫做系统拆解。所以你以后遇到一件事情，人家交办你一个任务的时候，如果这个任务不是小到可以马上解决的，你第一件事要做什么？系统拆解。就让他们深刻的记忆到这一个点。以后遇到事情我就先系统拆解。然后系统拆解之后要各个击破。然后工作清单，你要知道你什么做了什么还没做。你要把这些步骤这些内容把它点出来。点出来之后呢，点个两次三次，你每一次上完这个主题，每一次做完都做这样的一个教学分享，跟把他们的后设，把他要监控，脑袋要监控的东西把它提炼出来，两次三次之后，其实能力比较好的小朋友他就会自己会成长，那自己成长他就会做事就会有自己的步骤，他知道他下一步该干什么，就不会每次都一直，诶，老师接下来呢，老师等一下要干嘛，就不会有这种事情。那比较慢的同学，你也是多讲几次，第二次让他复诵，不记得你再提醒他，第三次复诵，第四次让他讲出来，第五次他就自己知道了，他就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第六次他就会跟你说，老师你不用讲了，我知道下一步要先做系统拆解，所以这是一个漫长的培养过程，但是通常三四次以后，小朋友就能够有很棒的成长。好，这个也当然也用在其他部分。好，再来呢，当你这一整个系列都做完之后，你要怎么样去达到素养化？好，这里面很重要，因为我们刚刚这是做一个大鱼吃小鱼嘛，或者做一个什么小钢琴之类的嘛，你是做一个东西，那做一个东西的步骤。那你接下来呢，你就要跟他说，诶，这样我们刚刚提点的各位的这些过程，其实呢你在生活上也是这样用的。所以你就要给他一些生活上的实际的案例去做练习。甚至你告诉你的其他领域的老师，可以出类似这样的题目给他们去做练习。比如说12月园游会。好，那各位同学，你们就把园游会给各位做规划，或者你做分组，一开学你就跟大家分组好，你们这一组你们就规划今年的园游会哦，你们就规划今年的毕业典礼，就规划什么东西，
然后就利用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啊、让他们去做生活上的学习，好、啊、那你就可以把，好、啊、可以把那个他所学到的在资讯课科技课所学到这个解决问题的运算思维的方法去做生活上的应用，那就会学到真正的能力，好、啊、就是这个就是所谓的素养化导向。那甚至呢，刚刚讲那个运算思维不是只有这些系统拆解，对不对？啊，不是只有系统拆解，所以你在做完那个小主题之后，你要如果要再更进阶的指导，比如说，啊，你在做的程式一定会有演算法，因为你解决移动就会有那个移动的积木叠起来，那个就是演算法。那接下来你要进步一点呢，你可以找东西让它抽象化，比如说我在发射飞弹。好、哦，发射小飞弹跟发射那个大绝招，大绝招一、大绝招二，它可能是一个分成两个，或者一个分成五个子母弹，那那个形式都是一样的，好、哦，只是那个数量不一样，张开的角度不一样，那但是它发射的过程其实是一模一样，所以你把这些重点摘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把它，请他把，哎，那你们把那个大绝改成定义，就是那个副程式，把它改成副程式。那以后我要放大绝的时候呢，我如果呼叫大绝一，就是第一个大绝，就是那个可能三颗子母弹的，那我如果要呼叫大绝二，就是呼叫积木大绝二，啊，就是放五颗子母弹的，啊，但是那个定义你的副程式写的内容其实是一样，就是子弹飞出去，然后复制那个抓进来的参数那几颗，啊，复制三，如果它传进来参数是一，那你就把它乘以三。啊，如果传进来参数是二，你就把它乘以六，乘以一样乘以三嘛，就变成六颗，好、哦，然后张开的角度也用运算的方式，那所以就可以根据你放进来的不同的函数的那个参数，你的大绝的长相就会不一样，好、哦、啊，可是你把它做成那个副程式那个概念就是抽象化，所以你就可以把一些共通的东西把它做成抽象化，那硬体也是一样，好、哦，那。当你要用的时候就去呼叫它，这个就是模式识别、哦、那接下来就是你的游戏里面你可能要刚刚讲的你要表示你的分数，那你甚至可以除了用那个数字之外，你可以用那个图表，甚至你后面可以给一个总成绩，诶，你今天的成绩比昨天的低，或者你今天的成绩跟之前打的比起来、哦、有没有在平均的水准之上，或者你今天运动的量不够哦，跟你之前的平均少很多哦，你是不是不舒服啊，通知谁，通知他的子女来看一下他健康状况之类的。好、啊、所以你可以做一些后续的加强的处理，这个是在进阶指导的时候我们会把这些放进来。好、啊、那你就可以很容易的把运算思维全部都纳到你做那个主题的内容。然后再来还有一个扩散、啊、就是你除了这些东西的制作之外，你要怎么样去做后续的那个想象力的发挥，那这个我们等一下在那个基础型的再来说、哦、好，所以我们刚刚用运算思维的方式用那个大鱼吃小鱼的方式来给各位示范我在上课怎么去把用运算思维的方法去教小朋友实际制作一个专案，然后制作完专案之后又学到真正生活上的可以用的能力。好，然后另外呢，如果你用曼陀罗哈、啊，那曼陀罗呢，它是对我来说啦哈、啊，曼陀罗会比心智图简单哈、啊。啊，如果你要用曼陀罗来做那个刚刚主题，那我用这个例子哈、啊。啊，如果主题是你定的，哦、啊，老师怕小朋友。做的题目会超过范围、尤其是做设计思考的时候比较难处理，就是你要限制它范围是比较难，所以最后都要做一些处理。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是 PBL 型的或者是小主题型的就比较容易，那这个就是类似小主题型的、啊、好，那我们今天如果要设计一个科技家庭真可爱，那你就可以去定让他们去想一些小主题啊，当然你小组一定出来之后名称要改一下，改好听一点，然后就可以做分组。好，那这一组就做那个陪伴系统啊，你们这一组就做那个延年益寿床啊，这一组就做那个恒温空调
系统，这一组就做那个免烦恼的冰箱。好，那针对啊，当然如果你要全班一起做也没关系哈。好，那我们就这学期，我们这一个月就来做超贴心马桶。好，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个扩散思考，让他们去说，诶，如果科技要放在要融入家庭里面，我会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做的？所以就有子系统出来，对不对？那接下来呢？它不止扩散，它还可以深入。所以你第二个阶段呢，假设我们挑的是这个主题，好，那我们现在呢这个月来做超贴心马桶好了，那我们就把这个主题拿来当做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所以就再拿出一张，好，那个曼陀罗空白的曼陀罗啊，那个曼陀罗九宫格很简单的哈，哎，各位其实就可以用一张纸哈，用一张纸把它折成那个九宫格。那曼陀罗它不需要一定要电脑，所以你在实施的时候如果没有电脑，反而只有 A4 纸张的时候，曼陀罗反而是比较方便的啊。所以你就这样折成九格，主题写在中间啊，主题写在中间啊，就可以让小朋友去想象说，哎，那我如果今天这个马桶怎么样的功能，它可以。就是让人类觉得很开心、很贴心，然后小朋友就开始去想一些内容啊，比如说它会有一些省水的结构啊，可能会有一些省水的结构啊，哦，或者是省水的一些机电的部分啊，然后它是怎么操作的，然后它有哪些节能的设计啊，它会有哪些情调气氛的设计呀，哈。比如说那个一走进去就播放轻柔的音乐，让你很舒适的上大号。哦，那还有没有按摩放松的功能？因为要坐在马桶上可能5分钟嘛，对不对？啊，那你是不是顺便就设计一个那个按摩器之类的啊？啊，然后甚至你把这个马桶未来要怎么卖，要卖给谁啊，都可以把它写在里面。所以你就可以针对这个你细分出去的小系统去做进一步的深入的处理，啊，所以曼陀罗跟心智图不止可以做扩散水平思考，它一样可以做垂直思考，啊，然后接下来下一步呢，你可能就要针对它的，比如说这个情调气氛设计哈，所以如果第三个阶段，啊，你要针对这个情调气氛的设计，啊，你就把它。一样拿一张空白的曼陀罗出来，就把这个放在中间，然后呢，这边就会可能要准备说，哎，那我要用哪一片板子？它要不要有网络的功能？如果要，我可能就选择上礼拜学的Parquet 或是 ESP 32或是7697，然后我可能还要MP3 记忆卡，然后那个小喇叭等等。就可以去做一些硬体的需求，然后软体我要用什么方法去控制，然后有哪些功能模组，然后要怎么使用，就可以做一些进阶的设计。那这样经过2到3个阶段的一个设计之后，那它就可以去开始进入实作，把这些功能都做出来。所以这是用曼陀罗的方式。用手写的哈会比较有童趣啦，就是它可以写关键字，它也可以画图，所以那个看起来其实会比较好看，但是它的功能就没有心智图那么细，但是各有好处，各有好处，那所以各位其实就这几种方法都可以去处理。好，那如果你再把运算思维融入了哈，其实前运算思维的方式哈，那个设计思考的方式。我们先回去看一下设计思考。我给各位的资料里面都有很多心智图哈。那个设计思考好像没有丢到，我等一下再放进来。我先开一下档案。好，那设计思考呢？它是这样的步骤哦，这个都是惠美老师教的哦，所以你可以看到它前面是
去情境里面发现，去探索，然后发现问题，然后发现问题之后呢，他要去诠释这个问题，去定义这个问题，去确认这个问题啊。然后确认那个问题之后呢，确认他要解决那个问题之后，他就要发展他的模型，啊，发展他的模型，然后开始制作，然后制作完之后就是分享、使用、回馈，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后面三个部分，从他有具体的想法之后，这个后面的部分其实就可以直接换到运算思维那边去做解决。那所以跟他不同的是，设计思考有前面这两个部分，它可以在情境里面去探索、去发现问题在哪里。然后他发现的每一个问题，他可以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解法。然后根据这些不同的想法，他要去做确认说这些问题是不是真的如同是那样。当然最好的就是同理心，就是感同身受。那当然，如果你要去体验，比如说你去那个老人院，然后你要做协助老人的东西，让他们去老人院观察一天，最好当然是这样啊。然后回来要跟他讨论，要做一点练习。那假设你要让他行动不便，你可以让他把他的脚用胶带贴起来，让他关节很难活动，对不对？那你要体验孕妇挺着大肚子，那你就放一个水球在他肚子，叫他2天。不能拿下来，然后不能弄破，那类似这样去做体验，当然你也不可能真的打断他的腿，所以，但是你要经过这样的一个体验，他才能够真正知道说，哦，他的不便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而不是纯粹靠他自己脑袋去想的，因为穷人的想，那个有钱人的想法，不是穷人能理解的，同理可证，比如说残疾人士的想法，他的感受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所以你就必须透过这样的过程去做处理。好，那所以前面这两个部分是设计思考独有的部分，那这整个过程呢，都是一个发散收缩、发散收缩啊，就是扩散再收敛、扩散再收敛的一个过程。那所以透过我们刚刚的心智图，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是先扩散。然后收缩到这个主题，然后再从这个主题再扩散，再到下一个阶段收缩，选一个我要做的部分，到下一个阶段再去扩散，然后再针对每一个内容去做收敛，所以这个就是设计思考的过程的，但心智图跟从我们最前面的操作也是先扩散，然后分类整理收缩，这个都是一样的，所以当你有这些。当你有这些东西融入进来的时候，你把它放在你的教学设计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就达到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融入的比较高级的教学方法。那这样透过这种方法去教出来的孩子，再透过你刚刚的后设，去让他把这些方法，具体的把这些方法学出来的孩子。他们会比你远比你只教技术来得好。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昨天上一次7月4号我跟各位讲过为什么我们上课不要只教程式？因为你的班上一般有30个人，你30个人里面将来会走到专门写程式这一行路的只有2个，按照比例来讲不会超过6%。那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只教程式，只有那2个人是有赚到，但是另外28个人他要用青春陪跟你陪葬，给这2个人陪葬，你看你断送了这28个人那么多年的青春。那如果说你今天教到的是这个运算思维的方法，是系统性解决问题的方法，是设计思考的方法，那它用在任何一个方向，用在生活上任何一个问题。他都可以做处理，所以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比较 OK 的一个做法，好，那接下来游戏八角的部分我就稍微停一下就好，因为这个就请各位自己上可以去买这一本书了，那网络上也有一些
也有一些那个摘要哈，你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那我这边我有给各位心智图，也帮大家做了简单的摘要。那游戏化八角呢，它是去分析那个游做游戏的人如何去提升人家的一个动力，怎么样让他黏死在游戏上。所以如果你的教学设计里面有这些部分，其实你可以让小朋友黏在你的教学上，黏在你的学习上，他可以乐此不疲，非常 enjoy 你的课程，非常享受你的课程，而且自己迫不及待。那有了动机之后，才会有自主学习这一件事。所以自主学习必须他要有自制力，那必须要有自制力的前提之下，就是他有需求，这个东西对他有意义。所以为要怎么样对他有意义，就是让他有动机。所以呢？所以各位老师非常重要哈，你们如果跟以前一样只有教技术，你真的会耽误他们生命。所以经过我研习的老师，拜托尽量不在课堂去做这个。你们这些经过我研习的老师非常不重要，是翻转去教育的非常重要的人啊。如果你做了这样的改变，小孩的一生就会因为而改变。所以只有听过这些观念的你们有办法做出这样的改变，所以你看你们有多重要。我就是在做对你们，我就是在赋予你使命感。我重大使命的召唤，地球要毁灭了，只有你们可以改变教育，只有你们可以改变这一个事，只有你们可以拯救未来的小孩。所以当你给他这样的一个任务之后，他可以感受到你的想法，那就被你洗脑了啊。他就会对自己有使命感，我就一定要去做这样的学习。那其他的部分各位可以参考。那对于那个比较成熟的小孩，就是他已经高年级以上了，那个内在的驱动会比较重要，而且内在的驱动可以驱动他一辈子。所以换句话说，老师最重要的能力，尤其是国中小，其实不是教知识，而是教小朋友向上的动机动力，这个部分我觉得会比那个纯教书重要多了哦。好，那另外因为时间中场休息的时间快到了，那最后就是如果这个小朋友他还年纪不是很成熟，那我们就会给他外在动力，就是一些奖励成就感比如说你老师会给他很多点数，什么点数积完到某一个程度会换什么奖品。或是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头衔然后这些，或者是你就可以拥有什么样的东西或者是你这个东西不做，你就会损失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东西去在你的课程上做设计我想那个第一个阶段我先讲到这边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我把时间交给老师。